上海人理解的神仙地方。来，我问侬啊，侬觉得上海人欢喜的神仙地方是哪里地方啊？南京路西街湾。侬看侬就是洋盘佬。对阿拉上海人来讲，啥叫神仙地方？第一风景好，第二人要少，第三白相不要钞票，晓得吧？你不会又要带我去环浦江呗？是啊，最近我真的寻到只好地方，我带侬去啊！侬看得过劲啊？老早苏里风格的建筑，小桥流水江南美景，还有得特别的森林公园，要排队才好看得到的桃花、樱花，不得通通让侬免费看的多。哇，搿地方老灵啊！叫什么名字？侬看啊，人家门口不是写了新青山岗了吗？上汽大通城成立到现在已经10年了，拥有 MPV、SUV、房车、宽体客车、皮卡特和新能源六种车型，而且销量连续10年增长。而且上汽大通辣盖外国也老受欢迎啊，出口50个国家跟地区啊，发达国家销量居然比要超过80%作为中国汽车顶级专家，阿拉买现代车子，从发动机、底盘到车身内饰，通通好自家搭配。另外，人家还辣盖俄罗斯轮胎被评为工业4.0的灯塔工厂，是全球范围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整车企业。哎，我也想在这里上班。我已经帮侬寻好位置了呀。哪里啊？就辣盖个公司里向。还是黄浦江啊。